用大陆放长假的时间，台湾在地农经协会特别在天津远东百货公司推出台湾好物特卖会活动，协助台湾农产品顺利拍开大陆市场，让大陆民众能就地体验台湾各种优质的农产品。这个蟹是纯凤梨，然后纯的那个土凤梨，然后去熬煮出来的蟹料，那整个都是不加冬瓜的，纯凤梨去做的熬煮出来的蟹，所以它吃起来呢口感是完全不一样，有点微酸，那非常的顺口。为了要让大陆民众更加了解台湾出产的优质农产品，台湾在地农经协会创会理事长张丽珍也特别装作总铺师，在现场示范王来酥的做法，并且当场将做好的王来酥请民众和媒体记者来试吃。就是这个味道，就是嫁到的啊、台湾土凤梨。而且如果呢，你去台湾买凤梨酥，你可以问他说：“你这是土凤梨的吗？”我问你们到了老张的这个文旦了哈，会使讲品质非常的好，而且咱的农民非常的用心种植，所以甜度哈嘛非常的甜，啊里面的果肉哈非常的鲜美哈，那所以呢，我们这次呢把它带来到大陆天津，跟所有好朋友分享。台湾在地农经协会创会理事长张丽珍指出，在液化加农产品检疫检验合作协议签署以后，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台湾农产品主要的外销市场之一。协会目前除了辅导台湾优质的农渔特产开辟外销市场，更加积极协助台湾农渔特产通过大陆相关认证，能顺利在大陆市场来销售。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们台湾最优质的农渔特产品来到天津的远东百货公司做行销做推广。那100%的 MIT 完全来自台湾生产，台湾制造，那甚至呢在大陆取得认证，经过他们的卫生证、流通证还有关税证明，能够在大陆正式的上架，能够在这里做交流。那我想呢，我们把台湾的最优质的农渔特产品希望能够推广到全世界，从大陆呢这个市场呢是我们主要的市场之一，从大陆出发，那我们行销到全世界，希望能够创造我们农民渔民大家能够共同创造双赢。那我们在这个地区呢总共有3个百货公司，5个点在展售，那受到大陆地区民众非常热烈的支持。那我们希望说我们这个协会呢能把我们台湾的农特产以及云林县的农特产整合，那挑选比较品质比较优的，那能受到大陆民众的青睐。台湾好物赞。针对台湾在地农经协会所举办的台湾农产促销活动，大陆方面也表示非常欢迎，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加多的台湾农特产品会前往大陆销售，让大陆民众也能体验到台湾优质的农特产品和滋味。我们天津作为北方的大陆北方的经济中心，正在交通、区位、港口政策方面有非常好的优势，非常重视呢与台湾的这个经贸往来与农业的合作。每年我们举办的台湾名品博览会呢，在台湾都非常对天津非常受欢迎。台湾呢参展踊跃，天津是采购参观踊跃。这个呢，我们就非常希望将来呢，就是台湾的这个优质的农产品、优质的渔产品，往天津这边呢多来交流，多来开拓市场。台湾有很多优质的农特产品，但是常常因为生产过量，造成价格不好。台湾在地农经协会希望能透过引进农产品到大陆销售，帮助台湾农产品拓展外销市场，进一步提升价效，帮助农民实际增加收入。